今年七月伫石牛溪宝华附近的运动公园拄拄验收完成。不过伫公园边的丰顺道路，因为欠缺管理，生了真济杂草，对伫附近运动休闲的民众产生危险。对此，婚姻馆议员蔡东富即处邀集第五号川局以及岛南镇公所前往会勘，讨论解决的办法。原本应该要清洁整齐丰顺道路，现在却生满了杂草，唔呐影响着美观，连带也会造成危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婚姻馆议员蔡东富即摆就邀集第五号川局以及岛南镇公所前来会勘，并讨论解决方法。你家己有电话来无？我一日来两三遍的啦。啊，即卖有啥物困扰呀？即卖有啥物困扰？即卖安尼，啊，都赶紧互清气啦吼！哎呦，病我唔才有胎，后惊老人、少年嘛惊，才好势。十年失效啦吼！啊，就咱的北明断啦吼！啊，因为吼、啊、做好了后吼，拢失修，啊，佮一寡即个杂草树木吼，拢不适合即个咱当地即个设计啦吼。岛南镇北平里因为接近市区，附近的住户多，相关的休闲运动需求也渐渐提升。今年七月，伫好地附近的运动公园才拄好验收完成，补足这个需求。不过，伫边的丰顺道路却无一并做整治。河畔公园家，因为第一期做落，里长反映百姓真济乡亲时代拢来遮咧咧运动，最主要就是要将因为这附近算拢住地区，或者附近的百姓。啊，会当来遮休闲，带孙仔来遮佚佗，然后将这条步道做一个休闲步道，吼，即卖人真爱来用这个建筑的方式。对此，第五河川局表示，这两天就会赶紧请工程人员，先将杂草和树木移除，方便民众运动和通行。后续再和地方讨论需要加强和改进的所在。针对范围之内的杂草先砍除，啊杂木先移除，好、啊，先把环境给整理出来，让民众方便运动、通行、游戏。啊，这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做？大概是我们预计什么时候开始做？大概这一两天之内，我们就会先请厂商进场，然后会过程中会协调里长过来看看的那个处理程度是否符合他们的需求。目前岛南镇正努力以宜居城市的方向来进行，伫顶来建立真多休闲场所，相信伫提防做完整治疗后，一定会当让运动设施更加完整，提升生活机能。记者林建华采访报道。